在这次的选举里面有一个特殊现象，就叫韩国瑜现象。韩国瑜现象是韩国瑜他就不是谈统独议题，他是以一个就是地方选举的形式，那么来打他的这个选战，而且深耕这个基层，所以最后能够唤醒民众的认同，然后获得大家的支持。而在高雄地区本来他完全不被看好的情况底下，那么他在获得支持之后，然后产生了一些外溢的效应，而把这个外溢效应带到了其他的县市，那么这个造成了在民进党现在在选战中陷入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这特别讲这个韩国瑜现象，就是说韩国瑜并没有谈统独这回事，所以甚至于有人把他这个抹红，然后把他跟中共产生连结，我想这个事情对他来讲过去都一定会造成伤害的，但是这今年好像看不出有造成伤害的样子。那么他在每一场造势，包括珊珊的造势，那么越来越大。